贵宾，这个奶酥厚片好吃吃哎、欸。那人家也要要啊。老板，我要烧肉蛋吐司，还有一杯热红茶。要等三分钟哦，可以吗？嗯。好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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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培根起司蛋饼，意大利肉酱面，然后墨西哥鸡腿盘，两杯大冰奶。老板，我要美式香肠、冰粉、薯条、萝卜糕、鲜奶茶，对吧？哼。到底要吃什么？哦，你这点多久啦？好热啊！有没有开冷气啊？来打卡一下，可以啊。听说那个79号的太太跟社区主委杠起来了啦！啊，真的假的？老板，我要一份炒泡面。帅哥，不好意思呢，我们要打烊喽。拜托。好吧。享受春天，品味生活。